有几年没见了吧？嗯，是啊。哼，你这手艺比你大姐还是差了点。人偶学员，我回来了。请出示你的学生证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叔，我带了。当年不带学生证的是你，今天不带学生证的还是你。哼，这老古董，看来只能用那招了。嘿，别，危险了，大叔。就是刚好路过，顺便回来看看啦。说起来也快到学员庆典的日子了呢。哎，想当初我们还在读书的时候，那时可比现在要热闹多了。是啊，还记得那时候。不是我命硬，一世英名就栽在你手上了。喂，哎，算了，不管怎么说，在那之后我们也还是留下了许多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的嘛。是啊，我还记得。这不是杜鸦校长吗？好久不见啦！那个校长您先忙，我们先走了，再见。